贵宾、女士、先生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我早上九点就来到都兰部落，参加我们整个都兰部落丰年祭的一个开始的仪式。哦，我非常感动，看到都兰部落的这一些原住民的朋友，哦，他们的舞蹈，哦，他们的歌声。哦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。那我知道今天晚上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，哦，早上那一场是比较是透过公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联系，带动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扎根。哦，晚上这一场是由民间的，哦，由我们的福伦社，哦，跟我们都兰部落透过苏米这样的联络串起一个美好的事情。那这个非常令人感动。哦，我刚刚在跟很多朋友在聊台东，哦，这些原住民最珍贵的，哦，就是音乐的资源。哦，好多原住民的朋友都得到金曲奖。那今天透过30位公益自行车的勇士，哦，把这些吉他带到我们都兰来，那我想就会播下一个最好的种子。哦，那我想透过各位的关爱各位的资源，哦，台东会越来越美。哦，那我们预祝未来有更多美好的事情发生。那也希望各位未来跟台东有更多的互动。那台东的部落，台东的各种自然的景观非常棒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全力在推从火车链接自行车来体验台东的部落，台东的自然生态美感。哦，那也希望各位在这里留下感动，谢谢各位。今天我们带了吉他不是说非常的多，但是是非常好，希望你把这个种子啊传给你的下来的这些弟弟妹妹，他们跟你将来有一样的成就。啊，请苏命过来好吗？好了，见证仪式我们开始。啊，好，给他们记者拍个照。我们青少年朋友有没有回馈说啊？大声一点。把你们热情唱出来，这书法吉他是代表十五希望在你们身上，我们在台北等着你，看你们成功成名，好吗？我们的手。